哈，大家好，欢迎收听哔哩吧啦 Talk。咁啊，啱啱过嗰个星期六，咁啊睇咗呢个《花束般的恋爱》吓，2021年咧日本最卖座嘅电影。同一时间，咁啊女主角有村架纯，咁啊喺呢个嘅第45届日本电影学院里边咧就攞咗呢个嘅最佳女主角。咁呢个奖咧就等同日本嘅奥斯卡噶啦吓。咁啊男主角菅田将晖咧 ，Mini 又觉得咧系做得更加好嘅，不过咧。佢就攞提名，咁啊最佳男主角咧就俾咗呢个西岛秀俊嘅《在车上》攞咗，咁啊成套戏第1分钟，咁其实咧就已经交代晒所有来龙去脉噶啦，咁啊你会睇到有村架纯同埋菅田将晖系非常之天造地设嘅一对，性格、行为、思想非常一致，但系咧就已经分咗手噶啦，咁于是咧成个古仔。你值得追看嘅其中一個位咧，就係點解佢哋分手咧？咁故電影用倒敍嘅方法講翻佢哋點樣嚟到去相遇、相識、相愛，咁啊，以至到咧大家咧就海誓山盟啊，希望咧一齊嚇，咁啊白頭到老啊，咁但係嚇，咁啊唔係因為咧第三者，亦都唔係因為咧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開，甚至乎亦都冇任何家人、姨媽、姑姐、三姑六婆、豬朋狗友帶俾佢哋嘅壓力嚇，咁樣咧分開咗喎嚇，咁啊充滿住日本嗰種嘅失逃嚇，咁啊冇乜咁樣其他嗰啲古靈精怪、波瀾壯闊嘅爆位嚇，咁所以咧，如果咧你係中意睇 TVB 啊，雖然估到曬，但係咧就哇棒棒棒咁樣嘅啊，又或者咧美劇啊十幾秒鐘咧就有一個爆位嘅嗰種咁嘅 style 咧。咁啊，花束般的戀愛咧，就未必適合你，你未必 enjoy 睇到嘅嚇。咁啊，即係喺個故事當中咧，咁樣咧，你都會有一啲值得回味，同埋對我嚟講係好有共鳴嘅地方嘅嚇。咁第一個共鳴位，咁啊，由細到大，咁啊，除咗幻想有同啲明星啊、你中意嘅偶像啊、校花校草啊嗰啲咧嚟到去拍拖之外，或多或少咧，你都希望嚇你嘅女朋友，又或者咧係將來嘅結婚對象係同你咧係好啱 key 嘅嚇，好似有村同埋呢個嘅菅田咁樣嚇。咁啊即係性格啊、喜好啊，全部都一致嚇。咁啊，但係咧，譬如我同 Mini 咁樣咧，就好明顯咧，就未至於火星撞地球，亦都唔係咧日日鬧交嗰種嚇。但係咧，好明顯就唔係一樣思想嘅嚇，大家諗嘅嘢非常之唔同，喜好亦都唔同嚇。咁啊原來相愛咧唔係嚇話你咧天造地設嚇，樣樣嘢都夾到飛起咁樣咧就可以長槍廝守嚇。咁啊阿 Gem 唔係去到另一個 extreme 鬧到七彩嘅時候咧就可以長槍廝守。更加重要的是你能够欣赏到对方，而长期地欣赏对方某一些的位置，再加上当你欣赏不到，当你是不夹到的时候，怎样来到去有些地方磨合，有些地方就迁就，甚至乎有些地方来到去忍，再加上就是互相来到去沟通各方面。咁呢套戲咧，咁樣亦都睇到佢哋兩個咧，其實係嘗試盡力嚇喺個過程當中啊，當遇到衝突嘅時候咧，嚟到去對話啦嚇，唔係拍台拍凳鬧嘅到七彩啦嚇，掟嘢啦咁樣啊，咁嚟到去嘗試處理咗嘅嚇。咁甚至乎咧有一幕嚇，咁啊佢即係好 touch， 亦都我覺得好真嘅一樣嘢嚇。咁啊，當你即係愛情嚇。熱戀都已經慢慢消逝的時候，一對戀人慢慢會變成家人，愛情慢慢會變成感情，其實千百萬個老夫老妻都是這樣的。咁究竟嚇就係accept呢一個咁嘅轉變，係咪有問題呢？
咁同一時間，如果你 accept 唔到嚇，繼續陶醉於呢種咁嘅花束般的戀愛嚇，咁而咧忘記咗花無百日紅，慢慢會凋謝嘅呢個事實嘅時候，咁呢一個係咪唔現實？係咪咧太過天真，甚至乎幼稚咧嚇？邊一樣嘢先至啱啲咧嚇？定還是係有一個折衷嘅辦法？你既可以老夫老妻，但係偶然亦都會有一定程度嘅甜蜜 moment、拍拖嘅空間，同埋咧一啲嘅回味嘅位咧咁樣嚇，咁啊即係各人各人嚇嘅故事都唔同，咁你嘅故事又係啲乜嘢嘢咧嚇？咁啊另外一個咧係好有共鳴嘅嚇地方咧，就係咧慢慢慢慢父母嚇對於佢哋經濟嘅支持嚇就隨住佢哋大學畢業就冇咗啦。跟住完之後咧，就要面對個生活嘅現實逼人嚇，咁啊即係錢嚇，咁啊雖然唔係即係解決曬所有問題，但係冇咗錢咧，樣樣嘢都可能係一個問題嚇。咁當你做嘢嘅時候咧，又有壓力要你得志之餘，有陣時咧係冇選擇嘅嚇。咁你即係對方能唔能夠體諒同明白咧咁樣嚇？咁啊我記得我當年拍拖啦，咁啊有陣。時撞正咧，就係 year end 啊 ，quarter end 啊，俾人 audit 嗰陣時啦。咁啊，好忙嘅嚇。咁再加埋咧，就係你唔知道幾時咧係可以收到工嘅嚇。咁啊，假設啊，咁啊約會已經褪到去8点、9点嘅時間嚇。咁但係咧，去到咧7点嘅時候咧，咁啊，你老細又唔生性，咁啊叫你咧嚟到去幫手，咁一幫咧幫幾個鐘嚇。咁究竟你係text message 佢話 cancel 咗個 meeting 啦，定還是叫佢等啦，定點咧嚇？嗰陣時咧就人生交叉點啊！即使 mini 好好嘅，咁啊繼續等啊，或者係唔介意改期啊，啵啵啵咁樣都好。咁啊，但系你自己都會不是美意啊！咁再加埋就係你忙到只即咁樣嚇，放咗工嘅時候，你仲有冇精力閒情逸致嚟到去談心咧嚇？熱戀嘅時候都仲 OK 嘅，好似黃子華同嘟嘟咁樣嚇，咁啊樣樣都甜嘅嚇。咁但係過後咗嘅時候咧，你就好攰咁樣。咁你當你嚟到去兩個嚇咁啊戀人好啲啊家人又好，咁啊大家嚟到互相互訴心聲嚟去呻嘅時候，咁如果對方唔明白你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嬲喎嚇，或者好唔開心喎嚇，或者大家已經好攰嘅時候，仲有冇機會或者心情嚟到聆聽對方咧嚇？咁可能咧。你呢一刻冇心情去聆听对方，下一刻先有。但系咧，那个时间 sorry 已经 over 咗啦吓，人哋咧已经觉得你唔聆听啦，咁样咧你又衰咗吓。咁喺即系呢啲咁嘅细利位啊吓，咁啊都系非常之表达得好到位吓，而且咧系感同身受嘅吓。咁啊或多或少啦，咁希望大家就唔会成日有呢啲咁嘅 moment 啦吓。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讲到咧日本人嗰种嘅生活嗰種壓力啦嚇，即係菅田將輝嚇咁啊，為咗嚟到去真係升職啊嚇，或者為咗嚟到去令到啊同友川呢個二人世界可以咧生活得好少少嚇，咁而嚟到努力。咁你可以話冇錯嘅嚇，咁啊，但係付出咗個時間啊，咁啊翻到屋企嘅時候，咁啊亦都未必得到嗰個嘅認同啦嚇，咁啊即係譬如小朋友啊更加清楚啊嚇。咁啊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咁我爹哋媽咪又係忙到隻嘢咁樣，咁好少時間去相聚嚇。咁啊最多就係星期六日咁啊陪你去玩咁樣。咁啊如果小朋友嚟講，咁啊玩梗係永遠都即係唔夠時間㗎啦，永遠覺得啲時間少㗎啦嚇。咁啊剩翻落嚟嘅嚇，咁啊老豆老母對住你啲成績嚇，咁啊嚟到照費嘅時間，咁啊一秒鐘都嫌多啦嚇。咁於是咧，咁啊製造咗個衝突就係咧，咁啊究竟啊即係父母嚇要多啲時間陪住啲仔女或者屋企人，定還是嚇去出去工作咧嚇？咁出去工作賺到幾多錢啫咁樣嚇？有陣時你又可以得揀嘅嚇，有陣時咧你冇得揀嘅嚇。咁樣我亦都未必會理解啦嚇。咁呢個咧亦都係真係有川同埋咧菅田嚇互相之間嗰個衝突嚇。再唔好計咁啊，香港都係噶啦。咁啊有啲人咧可能咧佢係 spend 好多嘅時間，就係即係儲首期。
然之後咧就捱女仔公屋咁樣，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有啲嘅報道就講到咧，有啲人劈開晒一齊，話知佢啦，然之後咧就去好灑脱咁樣嚇，為咗理想嚟到去追求嚇，就算人工低啲嚇，咁啊甚至乎咧唔穩定嘅收入嚇都唔緊要嘅咁樣嚇，咁啊即係嗰種嘅浪漫同埋咧嗰種嘅灑脱瀟灑咁樣，亦都係為人所津津樂道。咁呢個咧係好似乎係有穿嗰種情況啦嚇。咁但係咧其實係咪真係要各走極端咧？咁呢個亦都解。解釋到點解即係香港啦嚇，咁啊最近嗰個幸福指數嚇，咁啊由高排到落去咧就81位嚇，咁啊同俄羅斯平排，咁啊即係差過中國嚇，差過日本同韓國嚇，咁啊即係嗰種咁嘅鬱結啊，各方面嚇，咁啊但係同一時間咁，其實你話佢即係有一定程度嘅一種。犯賤啊！你可唔可以咁講啊？嚇，即係當你啊喺香港嘅時候，你覺得好局促嘅生活啊，但係同一時間咧，而家過去嗰兩年啦，好多人移民啦嚇，咁啊亦都係唔開心喎嚇，咁啊當你係覺得香港係你嘅家啊，咁啊即係。外國的月光嚇，永遠都唔夠香港咁圓嘅嚇，嗰種璀璨嘅生活嚇，雖然係即基本上係好局促嘅生活啦嚇。咁啊，移民到外國嘅時候，税又重啦，你又揾唔到同樣嘅人工啦嚇，咁你又覺得真係外國樣嘢都好鬼慢啦嚇。咁但係同一時間，你都可以解讀為慢係因為咧，佢對你嗰個嘅撲擊嚇，同樣嘅係慢，對你嘅要求同樣嘅係慢啊嘛嚇，咁啊唔需要你咁快啊嘛嚇。咁但係你又即係究竟係enjoy 唔到啊嚇，定還是咧其實你已經習慣咗一套嘅 momentum， 於是咧你係適應唔到外國咧嚇。咁啊喺外國其實咧更多更容易地可以 balance 到嚇所謂嘅即係為生活拼搏，亦都唔需要咁搏。雖然都要加班嚇，咁啊同一時間咧，亦都可以咧喺公餘時間咧就嚟到去實現下你啲嘅理想嚇。咁啊唔好講到 extreme 得咁緊要，譬如奧運選手咁樣喺中國可能係全職嘅，喺香港嗰啲運動員咧就成日覺得係俾人踢啰柚，係冇resource 冇呢個 support 啊各方面嘅嚇。咁但係咧你睇翻外國嘅人，同樣佢要揾 sponsor 啦，當然嚇。咁但係咧佢既可以 balance 到佢自己有一定程度嘅嗰啲工作係一個非常之高嘅一個專業人士，但同一時間咧佢又可以實現理想啊，咁啊去到即係登峰造極嘅一個即係奧運級世界級嘅選手嚇。咁啊唔好講到咁extreme，譬如我咁樣啦嚇，咁樣我自己有份工啊，同一時間咧亦都可以去做金融佬啊，投資咁啊 ，at the same time 咁又去錄 YouTube 啊，平時嘅時候讀下書啊，中意做嘅嘢啊，可以 enjoy life 啊咁樣嚇，咁啊究竟你繼續容讓你自己喺嗰種壓迫裏邊嚇，咁啊即係定還是係可以咧有一個 balance 嘅生活咧？如果你真係有得揀的話嚇，咁啊有啲人可能咧會繼續容讓自己喺嗰個生活地方，都先至原來發覺係最開心嘅喎嚇。咁如果真係咁嘅時候都唔緊要啦嚇，咁個關鍵就係。當你好似花束般的戀愛盛放的時候，你能不能夠活在當下呢？咁當呢個盛放已經完結咗嘅時候，你回望嘅時候係一種唔甘心啊，充滿住苦毒啊，定還是你覺得咦，我曾經有一次其實咧都已經好 enjoy 嚇，而家我繼續嚟到去行前嚇，繼續擁抱將來，繼續嚟到去創造將來咧咁樣。咁呢度咧係呢個花束般的戀愛帶俾我幾個唔同嘅一個回響同回味嚇，咁啊值得大家咧嚟到去欣賞呢套電影啊。咁啊，again 戴頭盔咁啊。佢唔係美劇，唔係韓劇，唔係呢個嘅香港嗰種爆位嘅，係非常之日本式嘅 subtle 你中意嘅話咧，會好中意嚇。咁啊，再唔好計咁啊，有川嫁純同埋咧菅田將輝，我覺得咧都有一個非常之精彩嘅演出喺當中。咁啊，歡迎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哔哩吧啦 talk。